準備22分啊，安心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安心應聲彈出相當相當快，已經係放頭啦。第二位嘅馬外邊加州金獎嘅，咁啊再見到中間按一按啦，灰馬咧就多益善嘅。再入邊第五位花月佳期外邊位置咧，仲見到有呢只紅英雄啦。再有多少個馬匹啦？先見到女英進居威威巨星尾三咧，就活力飛驅尾二銘記心頭包尾獵豹小子啊！好啦，過600啦，見到加州金獎放到出嚟跑啊！安心跟住個第二內欄第三咧，仲有按一按啊！第四位嘅馬匹咧就係外邊灰馬嘅多益善啊！再後邊咧仲有呢只花月佳期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威威巨星啊！中間淺藍衫女英進居揈到最出紅英雄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埋邊加州金獎鬥緊白武咧，就係呢只安心噶。再見到兩隻馬中間咧，仲有花月佳期外邊多益善，亦都上緊多少啦。外邊仲有女英進區噶，最後100米啦，安心已經係脫穎而出，都應該係莫雷拉咧，好有機會贏翻場噶啦。跑第二名花月佳期，第三名多益善，第四名咧就係呢只銘記心頭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安心啊，出閘係0044，係相當快嘅一隻，一撲咗出嚟就拖拖跟住先。結果贏起上嚟相當輕鬆，花月佳期第二，多益善第三，莫雷拉贏翻場啦！大熱取勝，臨尾信心飛啊，真係堅到不得了，300多萬啊一注。花月佳期第二，多益善第三，銘記心頭第四啊！逐個諗住跑完一千短啲穩陣啲，又走個第四，唔知減唔減分呢場？臨尾呢個安心獨贏得翻23蚊嘅啫，咁啊但係霸咗你冷腳喎。三搭九嘅连赢位，不过都唔好分啊，仲有6格嘅，20倍啊呢条连赢位吓。因为大热门九号除咗独赢落飞连，蔡若翰踏入呢个11月都系好坚嘅，已经上咗榜首啦。咁而家今日又赢多场啦，本来文嘉良都赢咗大少爷，追翻近啲噶嘛。系，虽然今晚输咗只大热门首饰多宝啊吓，系，咪安心赢翻场，尾场都仲有只君河噶，到你来骑喎，君河。看看莫雷拉怎样发挥这只安心五斗起步出閘都要偷步的嘛，是很快了大半个马位的，还快那只加州金獎，他都很积极想杀埋栏的内河入面，那只按一按不放过去，累了个头死惨。那出面蔡明社都斗队了，莫雷拉见你这么有决心去放，唉，给你行先了。我话定一定二点，梗系啦，明少哥要放你揿阻我，佢话咁啊，斗住二碟啦，咁啊，但系嗰只多益善就惨啦，佢一斗住二碟咧，佢系三碟，三碟俾只花月佳期摄埋嗰个位，咁啊，立咗佢条 Q 啦吓。英雄转弯都唔系好顺啊，年纪大咗都真系咁上下。最终加州金奖重磅抢咗一段仔翻到嚟又唔系好多。多益善三碟都頂翻第三都恰如其分啦，又或者後面嗰扎馬都比較渣啊！啲威威巨星又係冇嘅，爆尾咁滯嗰只二號。福邦現不派彩作實跑第一名九號安心，道人派23蚊，位置派13.5，跑第二名三號花月佳期，位置派45.5。